好，那我们现在参观的是我们的水上星空房哦。我们水上星空房这边总共有八间房间，有八间房间，其中里面是三间的四人房。好，那这三间四人房的话，主要都是以两大床的四人为主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双人房的部分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的话是777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看的话，是我们其中剩余的五间，就是我们的一大床双人房。哇，这边它的一大床双人房。它这边的房型的话，坪数大约都在十坪左右。那我们看到外面的阳台，我们可以到柜台，就是可以租借钓竿。哦，可以租借钓竿哦。可以直接在外面钓鱼了。哇，这边还可以看星星哎！如果天空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天星。这边他们的窗户窗帘都是可以这样活动式的啊、嗯哦哦，早上起来打开真的很亮。还蛮亮的，或者是晚上天气好一点的话，其实你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所有的星空了。对，可以看天。对，而且他的床，他们是这个床是比标准的还大一些些。对，感觉像应该是有到180×200的尺寸。然后都是木质地板，很舒服的。很舒服哦。然后会有桌子、椅子，还有电视。哦，这个电视比较大。嗯，真的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桌子，他们还有活动式的一个那个吹风机。哦，还有两瓶那个矿泉水，对，然后冰箱，那冰箱在这边，冰箱的部分都是空的，让客户自己冰自己想要吃的东西。对，那是因为我们园区的话，它本身的范围比较大，所以我们饭店不提供纸拖鞋，我们提供都是像这种的。哦，这可以，这不能带走哦。对，这不能带走。对，因为这样子在园区里面走动也比较安全一点，对，纸拖鞋的话就不太方便了。这边一个，紫色很漂亮。然后他们浴室区的部分门，对，浴室的话都是用干湿分离，干干净净的，很不错哎。对，而且里面它这边都有那个洗发精跟沐浴露在这边。嗯，然后这边洗手台就是他都会提供这个，就是对一个备品在这里，对，我们洗漱用品这样子。就是双人房就提供一份，四人房提供两份。对啊，这个卫浴还蛮干净的。那水上星空屋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有阳台咯。对啊。就是他们水上星空屋就全部只有8间。对。前面1、2、3、3都是四人房，后面的5间都是双人房。而且可以跟那个柜台借钓竿哦，钓鱼竿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双宝在这边？钓竿都是免费的。哇。双宝他们在那边钓鱼。对，钓了2天还。对啊，还不想走，要不想走，钓鱼或者是喂鱼都非常方便。对啊，阳台部分会有，就是入住的时候会再提供一个桌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然后会有2张椅子。天气不稳定，所以我们会先收起来这样子。好，但是有时候三五朋友聚会在外面，想要喝喝酒、聊聊天、看夜景，其实都 OK 的。哇，好棒哦，这个真的是风景很棒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是水上星空屋的双人房哦，那我们都介绍到这里哦。